我是林水阳，我是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的前会长，在美国住十几年。这回大家挺出来要挺陈瑞元，因为陈瑞元陈市长伊所提出的智慧产业及半导体科技走廊，这是世界的潮流，非常有远见。高雄产业科技的提升需要工业 4.0。陈市长伊有法度引入华邦电子，把这个高雄的传统产业要变作高科技的产业，这是工业转型的活水。国外的科技产业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到陈市长所提出这务实的做法，我北美洲台湾人教师协会以及北美洲工程师协会会全力来支持陈市长对台湾的建设。陈市长伊伫证件内底伊提出讲要带动60,000个工作机会，真济少年人希望讲会当当高雄就业，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做法。但是如果提出讲，我都要对高雄的工业产值对4.5条提高到5.5条，这是实际的做法，会用真正提升高雄的竞争力，啊，甲就业的机会。咱高雄绝对不是又老又少，绝对不是的。我的太太是高雄人，所以我也是高雄的子孙。我对高雄有一份真特殊的感情，我真衷心的期待，在陈市长带领下，高雄变作是世界一流的城市，科技、产业、甲人文会愈来愈好。对陈市长所提出有肉有料的这个做法，我北美洲台湾人教师协会、甲工程师协会会全力的支持。我希望讲，或者在陈市长的带领下，高雄会当变作台湾的洛杉矶。大家知影讲，或者Silicon Valley 都是伫洛杉矶，正做是台湾的旧金山，台湾的洛杉矶。这会好高雄的工业一个真好的转型。会予少年人真济做工作的机会。我有500-600人的会员，北美洲台湾人教师协会，甲200-300人甲工程协会。我全心希望建立真长期、甲高雄的稳定的交流，会甲阮所伫美国各行各业内底所学的，我希望能贡献高雄来建设这个城市。甲陈市长啊，甲另外的候选人。对高雄完全无了解，咱会当看出咱大家心内一支笑，咱知影讲三人才真正有才了，甲高雄做好。当年高雄气霸，拄只然后第五提出高雄气霸，我做高雄人的家产，我拢管快。但是咱有一个细汉的候选人。伊个官方的记录是零，对台湾的疼，对高雄的疼惜，对这个会当看出来。高雄有真好的条件，有真好的潜力，真务实的做法，才会当让高雄变成台湾的旧金山，台湾的洛杉矶。40年前，阮太太迄阵的女朋友，高雄人，找我来高雄。我讲我做高雄遐有名，爱河，带我去爱河，伊讲卖啦卖去啦，啊，结果嘛是去，啊，都唔敢换去高雄爱河是足臭。10年前，我阁倒来台湾，我去游爱河，我坐船，我看到爱河的风光，这是过去即几下的市场好好啊，甲台湾建设起来，甲高雄建设起来。我感觉讲，我说真正要做代志，就是爱来做。
最后我愿意提供我所知影的高科技产业的方法，我要顺着陈其迈市长的做法，我来帮忙高雄的升级，请大家呢都要全力支持陈其迈委员变成陈其迈市长，共同来打造高雄变作全新的一个世界第一名城市，多谢。